开始录制。好的，大家好，我是塔兹米。今天我们要来玩 Besiege 那个攻城之战。之前看武秋风的时候有觉得还蛮好玩的，我觉得自己也来试试看好了。我们今天旁边有一位。我要怎么形容你呢？我最好在你旁边哦。对啊，在 Skype 好吧，随便了。有位美女，大美女，哪里美我不知道就很美啊，心很美，是好。对啊，来增加我的人气的。要怎么称呼你好呢？觉得呢？我也不知道。你自我介绍一下好了，我不太会介绍。我介绍，我不太会自我介绍，真的吗？我有点不了解自己。名字至少了解吧。名字哦，对不啊，太了解。对啊，啊，我笨到连我的名字都不知道了。他叫我要 H 型，我居然沉醉在自己的建造之中。我在干嘛？你在种田呢、哦？我在做什么？H 型，我在做什么？删掉，删掉。哎、欸，那边一直有回音哎。你可以把实况的关掉。有啊，是你那边有回音，我关掉。两格吗？哎呦，你在做什么？还有回音吗？知道我这边的声音都关掉了，这样子，然后下一没遍，有没有没有没有了没有了，文字这样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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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这个是什么？放下钮在哪里？怎么办？放下钮是什么？哦，这里，然后放下来，press start，然后用前后，哦，好像很厉害。哦，然后呢？然后呢？摧毁它。我觉得要用大炮来摧毁它。啊，我又在干什么？没关系，将错就错。这样车子的结构比较你的观众你认识的吗？有啊，有认识的啊。真的。对啊。好，不理会。我们就先不理会那个观众吧。Fight 啊，没有，这是 fly。大炮在这里，按 L 可以蹦。我们就来试试看吧。喂，蹦。哎喽，居然没有，发生什么事了？算了，我还是撞破它了，算了。
哦，这一关好像很刺激。哦，这是按 C 呀、啊，原来是 C 呀、啊，是 C 呀、啊，哦，原来是 C。我觉得我没有很认真的看人家的实况。哎，为什么有人知道我是谁？谁啊？EDWA 啊，B 八六二一八。那就是我自己咯。哦，这对了，你在想什忘么？记你的 ID 了。你在想什么？在，啊，满脑子都是你的声音吼。这么爱慕我，真是小嗯，粉丝。没有啊，你在想什哦，你就承认一下，我妈好像么？摔倒你妈睡了？了，不，摔倒，哦，我刚听到她从楼梯上摔下来的声音。好可怜，对，我是不可是爱的妈妈。要去扶她一下？哎呦，这好恶心哦！我车子要解体了。来来来来来，倒下来了。那我们就以这个姿势前进吧。好吧，我觉得过不了。怎么做出转弯的？你有看吴秋峰的这个实况吗？没有哎、欸，真的？我跟你说过，我不太喜欢一个好。我没有认真看。这样我不太会做。怎么样转弯？我记得是这个啊，转弯的，然后加上去。加错地方了，管他的，这样看有没有转？可以转来，哇你，好恶心哦，好恶心哦，嗡，好吧，难做。做这个，我都不知道有没有观众，这个全荧幕的不太好看，你可以帮我看一下，啊，好像没有。好吧，没有观众就没有观众，什么？我是开来让人家祝我生日快乐哦，真的。的，对啊，可是好像没有，那就算了吧，反我正可以都祝你生日快乐。等到12点了，现在也没有。可是你要准我洗白。好啊，可以啊。我知道你很爱慕我。是啊，我没有啊，可惜。这我到底在做什么？这真的是这样用吗？我很好奇，我也没有装错，啊，被炸掉了，好惨！稍微剩一个人，哇，又爆了！我觉得这个游戏的质感很棒，虽然它只出一点点。0.01版，0.02版，真的，我觉得他感觉很无聊的。怎么会呢？哇，你还觉没有看出他哪里好玩。得？就工程呢？哦，啊，那羊好可怕。
去吧，上吧，过关吧，耶、yeah, ，过了。哦，这个需要大炮之类的东西。这是什么？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。听说随便打一打会变坚固，那就打一打吧。哎、欸，你是不是碾过一只羊啦？我碾过好多只羊、啊、真的、喔？对啊。你好残忍哦、喔！是他们一直冲过来。哦、嗯，你可以闪吗？我也很想闪。嗯，铆钉打入的地方不行了，好吧，删掉。不行了，这里好。撞你，没有用，撞你了，不行，要打到那一个。你今天要几点睡？我今天哦，不知道。去，怎么了吗？你要等我回来吗？可以啊，你要几点回来？两三点吧。啊，那我要睡了。啊，没关系，你要对我孤孤单单一个人。可是我会累，我今天超累的。每天嘛都很累。我今天过生日，你也很累啊。好啦，没关系，再三十分钟，明天就不是你的生日。嗯，是啦。明天再陪你吗？明天，你说十二点以后吗？我在乱开车啊！十二点以后，你不是还没回来吗？我说，所以我说以后啊。那就等你回来再说。啊！啊！上去，冲啊！哎呦，轮子断了。哎、欸，你有开慢模式哦。啊？你有开慢模式哦。那是什么？就是不可以洗屏啊，30秒。其实我不会开、啊。真的、哦？那还是你本来就有。啊？还是可能本来就有了吧？预设的吧，我也不知道。我不可以洗屏。哦，我知道阿谦是怎么用的，他是反装。啊，不是阿谦啊，我在讲什么？那个谁，那个吴秋分的、啊。这游戏感觉超无聊的。真的、哦。对啊，而且他好空哦。他就男生爱玩的。那你就女生呗、嗯。我是男生，好不好？你是女生，好不好？那你是男生吗？你要这样觉得也是可以。那你应该很爱玩啊。啦啦啦。可是我没有啊，我是比较另类的男生。等一下出去，我还没吹头发。好啊，去啊，拜拜。那、哦、好啦啦，拜拜。啊？吹完有空再打。哦，拜拜。拜拜。上阶梯，好吧，管他的，我就靠这个忘掉你。
还是算了，我就知道这结构不稳。那谁打给我？臭瑶打给我。Hello，Hello，Hello，生日快乐！谢谢。怎么了吗？我继续玩。瘫痪，是吗？好吧，不是。这是另一种糖，哎，是啊，这是糖。好像没有什么用。撑住，撑住，去碰，好烂哦！后面要增加重量的话。这样，结构要稳的话，这样应该吧？好，算了。短哟，哦，短哟，哦，好像很厉害，飞太远了，开始，前进，蹦掉你，好哦，然后转弯吧，我们的弹弹车。等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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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换个角度，不是，哦，不是，耶，哎呦，好难走，倒着车。好，就这个角度。短腰的吃上去，吃上去啦！讨厌。啊，转太多，只好。喂，哈哈哈哈。抖动，果然真厉害！野哥来了，野哥安安，点歌吗？我觉得还是不要比较好，因为上次的实况点歌的时候被 po 到 YouTube 上被禁播了。耶、yeah, ！大杀特杀！90%要怎么杀？靠弹簧弹死你们！好吧，我无能为力。只好删掉重来。我记得排斥那个很有效。啊，错了，没关系。变歪歪的，再加一层，
这样好像很帅，感觉非常的坚固。上面加只大炮看看。视角不太好，真的不太好。还是删掉。而且这样好像会不稳，那我还是不要加好。做个不会动的车。之后把影片放上 YouTube， 可以再自己再加背景音乐啦。如果你们觉得无聊的话，就自己再去找音乐听吧。前面这一支加火枪啊，这样会不会很好玩？火枪是 Y， 又有电话了。Hello。Hello， 你都相机放，然后再按 Y。好像快成功了，成功吧。好像没有要成功的意思。99%，就差你这一只 Y 还能 Y 吗？好像不能 Y 了啊！重来，一切都是几率。让我看看。那我多加一点大炮，OK， 试试看。先 C， 赶快杀！这游戏好血哦。很血腥吗？对啊。对啊，我觉得我也这么觉得。没过了，真赞。你生日好像快过了。对啊，结果没有什么人跟我说生日快乐。你叫他们跟你说生日快乐啊。叶哥跟我说生日快乐。生日快乐。你才不是叶哥呢。我好像都还没给你你的生日礼物。对啊，等你。你好像有两个生日礼物，如果我有给你的，如果我有给你其中一个的话。什么意思啊？我听不太懂。那就不要懂了吧。我还蛮想懂的。
可是我懒得解释了。求我吧。我不方便在这里求你。你要我求你也是可以的。那就等你回来再说。一个表就算了，都这样。啊？我在跟叶哥说话。哦。那个铲子在哪里啊？不知道在哪里。用飞的。所以你要等我回来吗？对啊，要等你回来。真的假的？嗯。那如果我两三点才回来呢？那就等你回来啊。那你不是累了？嗯，为了礼物吧。真的。生日都要过了。啊，所以你是为了礼物才要跟我讲话？嗯，一部分啦。那算了，我不要送你礼物了。啊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我还是需要一个会转弯的车。如果不给你礼物，你还要等我回来吗？嗯，会吧。只是我怕我睡着。那如果有礼物，你就不会睡着？嗯，有礼物还是有可能睡着。啊？哦，轮胎又爆了。我觉得我十二点就要关台了。真的？嗯。为什么？累了。这个游戏太无聊了。啊？这游戏太无聊了。嗯，还好啦。真的很无聊。真的吗？嗯。不然要玩 Minecraft 吗？可是好啊， Minecraft 很累。你要我玩 Minecraft， 你就等不到我，我就等不到你。哈？我就没办法等你了。哦，为什么？因为太累，然后就睡着了。好啦好啦，随便你了。你有看到人家跟你说生日快乐吗？有啊。你为什么没有反应？嗯，因为他是叶哥。大时候好啦，谢谢谢谢叶哥啊。好啦，我是很有良心、很有水准的实况主，这样可以吧？哈，可是不是我叫你反应的吗？好，谢谢谢谢你的良心提醒。啊，又装反。为什么轮胎都会装反？好讨厌。装。这游戏真的很无聊。可是我要中途换吗？也是不用啊。
而且又没有好听的 BGM。好听的 BGM。对啊。我记得上次有人给我。哦，真的哦。对啊，好像是你给我的。我是说这个游戏没有 BGM，哦，因为是那才刚开始而已啊。所以就是懒。好啦，不要一直骂人家嘛。好了，我那个椅子，好像第一次，嗯？我好像是第一次说他。可是你刚刚就说这个游戏很无聊了。每个人反正就自己喜欢的游戏啦。嗯，哇，断掉了。我好不会开车哦，我驾照考不上怎么办？那我在嗯，才几等岁？6年后。我可能要等个几，我不知道，我先考上。倒车，前进，飞起来。所以你到底几点要关？啊？关台？关台啊，差不多了。真的？好我哦。觉得，嗯，我把这个删掉，然后把那个球轰下来比较快。耶、yeah。所以你真的要来参加小姐？对啊，为什么？不然你太想我。为什么要那么久？又拜拜啊！今天才拜，前几天就拜完了。嗯，真的。前几天是几天？前天。明天。明天。嘿，球球下去。所以你也是很晚吧，晚上。对啊。我好聪明哦。是我记得你是11点多啊。很晚啊。1点前，我是2、3点。哦。为什么你那么晚？打。过了夜。把你轰下来，这有什么难的？嗯，打我！居然打我！哎，那个什么叶哥，他的 ID 是他的电话号码。真的？对啊。叶哥，你怎么可以这样？09……是吗？我等一下检查一下。可是那又怎样呢？你会去打吗？应该不太敢吧。为什么？叶哥是好人吗？真的，爱上他了吗？啊？何必呢？哈？我为什么要爱上他？因为他是好人。他是好人，我就爱上他。对啊。可是他是男的。你不是女的吗？我想跟女的不行。我是按到什么？
我是不是按到什么？对啊，你按到什么？有个泡泡的声音。亲我了。长得美。讨厌。所以你要爱上他吗？对呀、啊。我可以帮你跟他告白。这好像变我跟他告白。你这样我会吃醋。大头。什么？感谢贵小姐大方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他应该是想去帮忙吧。帮忙什么？帮忙，帮忙！我叫你跟他说谢谢。但我不太会，不太会这一关。送礼物的人来了。嗯，这是这样摆的。所以你要去找那个送你礼物的那个人。嗯。现在。等一下。哦，她是个女的。对。不知道。长得怎么样？长得怎么样？我不能批评人家。哦。那应该很漂亮。不知道怎么讲，反正就是不能随便批评人家的外表。那你就夸奖他。夸奖他哦，他他我要怎么夸奖他？他送我礼物，嗯，他很好，他是个好人。那你要爱他吗？我为什么要爱他？因为他是个好人。是个好人，就是个好人。所以你就要我就发卡就好。嗯。对，就是这样。叶哥为什么叫叶哥？因为他姓叶。你为什么知道他姓叶？因为他是我国中同学。哈？他是我国中同学。嗯，国中同学。就这样放吧，我觉得他等一下就到了。他长得帅吗？超帅的。真的。对啊，你应该会迷上他。真的。对。因为我做东西的天分真的好差。对啊，笨蛋。可以。啊，我不会用。为什么这边有一个？鞭炮吗？着急。有，我有听到。那你不要这样了。啊？没事。你等我一下啊、哦。好。我的车又毁掉了。
是这样就打不到了。我刚刚想说用所有的推起来打，真够了。回来了，欢迎你回来了。嗯，这一夜歌打得很帅。对，真的。对，我想看。确实比找啊，找一个姓叶的。姓叶的很多哎、欸。你找了吗？啊？你有找吗？没有啊。那你还是，只是姓叶的很多啊。我朋友姓叶的很少。哪有一二三四五六七个？你就看到一个帅哥就是。你告诉我最后一个字是什么？叶哥，你跟他讲，你不要跟他讲。哈？我叫叶哥跟你讲。哦，这么不稳吗？既然这么不稳，就打掉它。哎，你感冒了？没有啊。为什么会这么重？什么军的吗？对啊，嗯，哇，好厉害！对，我还没看到，我看到他也读屏东，所以我觉得应该是。原来如此，不觉得我很聪明吗？你很聪明，知道就好。不会玩，啊，弹簧，干嘛？的刘海都这么长，我怎么知道呢？你怎么不知道？安设计师就叫我留长啊，我有什么办法？为什么？因为以后比较好修吧。哦，不会挡到眼睛吗？不是，还好啦。歪掉了，所以你到底有没有等我回来？啊？你到底有没有等我回来？嗯，会了。
真的、哦？对啊，只是那你睡着怎么办？可能就是以睡着的状态。哦。打到了，我就知道，我好强啊！超厉害的弹簧。12点，你怎么？我爸在洗澡。哦，好，那就好。嗯，你不是说你12点要关？可是我想玩完再关。啊？怎么了吗？那你玩完再关就要关。觉得还是要先前进一下。我接电话啊、哦。知道哦。嗯，拜拜。那你要等我吗？好。好。那你关台之后跟我讲一下。我。好。你关台之后跟我讲一下。跟你讲。嗯。那你不是要走了吗？我要玩一玩。哦。好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接下来想多讲。那我们今天时光就到这里了，大家再见，拜拜。